接下来打击的是刘杰英，他是一位强力打者，是台中队胜利的希望。县长台中全部为他站起来加油，全场可是沸腾到了极点。接下来投手投出了第一球，紧张紧张，投手投出，哇，这个球一直飞，一直飞，飞到最远的地方，爱的呼叫，这是一颗非常深远的满贯全垒打。逆转比数，九局下半，两人出局，满垒的情况下打出这颗再见的满贯炮，台中队获胜。我们感谢他。